2020大过年的。哎呀，姐，说，哎，那啥，刚才咱妈包饺子吃那块面呢？啥呀？哎呦，吃饺子吃腻了，你给我擀碗面条吃呗。哎，说好了，还是老规矩啊，一碗面条，三管辣根。他从厕所说话，我从厨房都能闻见。你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？你是不是傻？挺傻。你可长点心吧，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呀。说谁呢？说我呢？哎妈呀！孙赛，孙赛，吓我一跳！你谁呀？啊！我谁呀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叫什么名？爸爸。你叫爸爸？哎呦我去！这谁哪把我失散多年的兄弟给我找回来了？我是听说了，我小时候从公园里捡回来的。这我妈什么时候上外国公园把我失散多年的兄弟给捡回来了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坐着说话，我站着说。哎呀，宝啊！啊，我看你俩咋有点重影呢？你看我重影啊？我瞅他现在像照镜子似的。你那个胸肌吓唬谁呢？坐下。没工夫搭理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去演小品了。孙三，孙三，哎呀，咱俩不能当了，因为咱俩是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已经找到了，我就是你的哥哥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把我抱台上去，抱抱。也不怕你们笑话，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，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，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，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，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，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。但是我并不气馁，开了这家烧烤店。你仨能精神了不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，给我留点神。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，给我盯住了，明白不？明白，没毛病。上医院看了，确诊了，都是你的毛病，不招你算差账，面馆能黄吗？不招你算差账，我跟你姐能分手吗？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，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，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。没毛病，姐夫。还叫啥姐夫了，我跟你姐都分了，这是单位，别套近乎，给我叫程总也行，叫野哥也行啊。好的，野总。我叫程野，叫程哥也行，叫野哥也行，怎么还整出野总了呢？叫哥行吗？好的，野总哥。你的智商是废了。那个今天是过年哈，咱们正常营业，今天我们搞活动，大酬宾，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，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，你们呢？增加点收入，瓶盖留好了，晚上到我这换钱，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不？高兴。乐呵不？乐呵。